你看喽，这110年了，已经出来了，跟109年的差不多啊。死亡都是180几，受伤哦，109年好像49000多啊。你看现在受伤55000多了，这几年都是这样子。是全国各地方的，好像也都差不了多少。死亡都是差180几，然后受伤55000多，或者49000多，大概都是50000上下受伤人数。很可怕的这种伤亡人数，车祸伤亡人数很可怕，就好像都没人在管，都没有改进。这里是台南的水平温公园。